哥哥，Gentlemen, let's go. 一二三，不准！一二三，人工巨人！啊！啊！啊！慢走，慢走，搞死你了！我给你给我抓了，扁死你呀、啊！痞子逛大街，欠扁了、啊。呆蛮一波哎，吊起来打我跟你讲。干什么呢？限时三分钟，开始。你们干什么？明目张胆啊！我们是在做贼呀、啊！隐蔽。哦。你这是阿兵哥啊！你过来喊你看我，喊主任把考你啊！四十八秒，四十秒。三十五，两秒。我打麦打啊，鬼谷还是咁样乌了了。阿哥，我唔去害哈，阿鬼家来咁样偷乌汉子，以后就过来哦，我把你告周总统。嗨谁？蒋总统是官。
笑啊，听不懂你在干什么啦。我讲母哦，即摆有在学啦，互我学遐哦，你就该死啊！臭葡萄啊，唔妥，葡萄皮。告别，去拍脸，还你别搞得气气，哎呦！没有错，说国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有时要剪舌，还会咬到舌头。出葡萄不吐葡萄皮。不出葡萄倒吐葡萄皮。为了响应新生活运动，大家都来给他说国语。从现在起，谁要是讲台湾话的人，就要挂一个牌子当鬼，一直到抓到下一个讲台湾话的人，才能够把牌子拿下来，换那个人当鬼。当鬼的人，一定要过以后，都要再升旗台花站，一直站到天黑。新生活运动是全国性的，校长我跟全校的每一位老师都要以身作则。如果讲台湾话，一样要罚站。大家都来给他讲国语啦！完毕。
两个牌子，说台语又说脏话。校长，这个是什么？河流啊！哦，说台语。河流旁边里面的泥鳅。啊！哇！好，那这个又是什么呢？嘎抓。好。敢抓这个蟑螂的小孩啊，这太调皮了，啊！哈哈，来这个，你鬼会了，把你被骗了。小，唔正叫你要小心啦你，你这什么东西哩？你这什么态度？咋需要当家里的？啊！你搁问你爸鬼会，我鬼会跟你啥物关系？啊！我气死你爸去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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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大家好，班长好，混得还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啊，又在写情书啊？哎呦，拜托的，这里写啥看拢无啊？妹妹，妹妹，很热，很热，打呼，打呼。班长点名哟，班长点名哟，热乎哟，热乎哟，那热乎哟又什么意思呢？外国话就是 love you 啦。啊，这叫 love you 啊？这两家叫什么意思哇？鸽子鸽子就是哥哥我啦。不，拜托哎，大家注意啦，你们这些人真是不知死活啊！哎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妓女不懂婚外情啊！明天新的队长就要来了。新牛的队长就要来了哦，而且我听说他是因为操死了一个兵，才被下放到我们这里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是你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，为了迎接新队长的来临，以及怀念美好日子的过去，班长给你们来一个收心操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。很好。开始，中原标准时间18:00，明天凌晨06:00，本世纪最残酷、最惨烈的刺杀行动就要展开了。这个班长为什么要中奖？新队长明天要来弄锅香的拍拍他马屁的。听说新队长的爸爸是将军的，天下为将军的儿子会被派到这里来。小黑，你不要这样看我啦，看我也是没有办法啊，早死早投胎啦，下辈子再做人啦，阿弥陀佛，阿门啦。小黑，你要好好记住这张脸啊，记得是谁把你咔嚓的。等一下，好好煮啊！这顿香肉五吃，一定要让新来的队长大快朵颐啊！以后有没有好日子过，就靠你了。我的，你要记住这张脸啊！哎呦，动作快啊！新队长随时都会来，你们还在这里混啊？慢吞吞的啊！我看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你还在睡啊？我告诉你们。新队长的外号你们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再次郑重跟你们宣布，他就是辣手摧花、丧心病狂、无耻卑鄙、变态杀人魔。来，部队通通有。李正，执行官下士班长吴宗宪报告，
阴道人数30名，除一名帮厨之外，食道人数29名，报完命，恭请去化。君爱民，民敬君，这句口号我一直都有听说，只是没想到在部队里执行得这么彻底，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拍谁啊？本硕就叫姐。啊！你起来叫本硕呀？不好意思吧。收起。军队的棉被是用来折的，不是用来盖的，你知道吗？军队的厕所是用来洗的，不是用来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搞不清楚啊你！你给我滚！神经病啊你！风起心啊！还是本硕舅舅姐啊！你皮在痒啊？我出你们抽筋操、棉被操、举光操。操操操操操操！我操死你！我操死你！我操你祖宗八代！我操死你全家！我操死你！操！请问你是？我要来这边受教。混蛋！白痴啊！混吃等死啊！每天在干什么事情啊？我操！我操死你们全家！我操死你们祖宗八代！啊！什么棉被啊？人家是西点军校，你是西点面包啊？没吃饱是不是啊？烂透了！为什么不把土田国家就把它吃掉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奸啊！啊！军心散乱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谁是执行官？有，我就知道是你啊！又是你！你最烂！你这个当头鼠目、尖嘴猴腮、头上长刀、脚底流脓，你是烂透了！是长官，干嘛？你现在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你是爱我还是恨我？爱你，爱你！再说一遍，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。我爱你。再大声一点。我爱你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用娘娘腔、同性恋。现在放着你的软蛋，让我蹲掉100下。再快一点，放近一点。干嘛？你这样看我，你是爱我还是恨我？报长官，我恨你。哈哈，你恨我，你要把心办上是不是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要让你尝一尝恨我的滋味。你恨我？你爸爸是龟公，你妈妈是老鸨，你这种废子没有资格当午夜牛郎，我呸！冲锋前进！啊！长官是闭眼吗？混账！长官，我不行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死后妈将我的骨灰葬在黄花岗上啊！混账！我看我把你的骨灰葬在妓女户的痰盂里，你看怎么样？不不不，长官，我不能死啊！棉被，棉被！闭嘴！还够吗？我已经受不了你们这群人渣败类！扫兴之后，头戴脸盆，嘴咬袜子，左脚不穿鞋，右脚不穿袜，带枪穿内裤，30秒钟，连击一场集合，扫兴。29秒，28秒，27秒，26秒，30秒，快点快点，3分钟，200秒。100秒，
现在我们来发上次的考卷，考100分的是张小翠，大家鼓励一下。好，做得好。谢谢。接下来是90分以上的同学，连战，陈水扁，朱高正，马英九，赵少康，这些90分以上的同学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。好，来，好，接下来是50分到60分的同学，这些同学可要注意喽，如果再不努力的话，将来一定是国家的败类、寄生虫。朱延平，王晶，曾志伟，陈雷，蹦恰恰，还有一个人更伟大，竟然只考8分，廖高蛋。过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真是天才耶！闭着眼睛瞎猜也不止8分呢。怪了，我睁着眼睛用力猜，才就是8分。你这个小胖子，脸皮那么厚啊，你有没有脸呢、啊？那么胖，还找那么多的借口，快考8分，再考8分，叫你爸爸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这也害哦，你那惊船倒转来了。哥哥，两阿公婆吼都活不住的呢，啊，就那大门哦，安尼给它串掉，啊，就他妈挨个呢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。哎呦，变干嘞！哎呦喂啊！等你，你在干啥？过来。哦。你给老师爸声音哦。嘿，开玩笑的啦。要不你跟阿哥小条干没听的哟？安怎？老师叫你签名。叫我签名。这些爸是什么意思？爸哦，是第八名啦。第八名哟、哦，安尼够未歹哦。啊，是讲那红沙滩很热。老师看到手就打红叉叉，越红越赞。那你哟，你没瞧你棒照顾。嗯，你别你别，别太过注意哦。嘿，你来，靠边我靠边你，怕的死，这老妹妹还错，这你哪别个人给小你？改戏啊，你改戏。哎呦呀！是要应该啊，是要。等嘞，小朋友啊，你读几年级啊？我读幼稚园。你几岁啊？我今年5岁。啊，3+3是多少啊？6。哎呦，要啦，幼稚园没有人要送小啦。3+3是多少啦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等下讲了不对，你就死一摆看。哎呦，行，紧行啦。小姐，传票龙丢。紧啊，要演啊呢！他要买票哦。哎、欸，阿妈，你真安？他读幼稚园要买什么票？我今年5岁。有听到无？啊，开玩笑，他5岁，像你大长。哎、欸，我以后啊。嘿呀、啊，我囡仔拢食这阿罗肥的啦！来，给他看一看。3+3是多少？我不知道。这读幼稚园的囡仔那也要算小、嗯，你当作是天才哦！看，等一下。拿对给糖吃。9+7多少啊？16。3+3多少？6。安那家里啊，真难讲。笑，安那家拢教拢袂赢，他们死。好啦，卖怕啦，想不我听个人讲。拢教拢袂赢，还要那边个鸡尾。赢啦，你卖去吧。赢啦。提起步啦。紧啊！哎，小姐啊，哎，某个一支糖啊，我也碎屁糖吃。你再补一张票，我就给他。嗯，免啦，小白。小黑，今天算你狗运好，队长没有来，要不然啊，你就变成一锅香肉了。来，帮你按摩啊，来。
人一看迷，乌白叉叉西人，谁在梦游啊？我是你们新来的队长。如果我是水鬼，你们能带偷偷搬家啊？我自己轰。一个人就把整个海防部队干掉，全部都是饭桶。从现在开始，训练训练再训练。我在这里立下重誓，两个月之内，我让你们这些猪全部脱胎换骨。如果做不到，出去给车撞死，给人打死，给狗咬死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会找一群陪葬。快点，你们小孩麻痹啊！快！快放屁冻袂调啦！太衰啦！我大家嘛冻袂调。哇！哎呦！这位同学的文章得物下，自己站出来。是我啦，对不对？站上来啊，把你的文章念给大家听。母亲节，母亲就是妈妈，妈妈就是老母。老母就是会打你，我拿狠苦面给你吃，一天到晚啰里啰嗦的，有时候又抱你亲你，满嘴口臭的那个女人。完毕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来，狗蛋，把你的造句念给大家听。
天真，今天真倒霉。精神，蜘蛛精神经病。恰好，你恰恰好臭屁。真是个智者，狗屁不通，乱七八糟。我打你，那还不是皮太痒了。你不笑，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。不要难过了，我屁股都不痛了，你还心痛什么？给你。难道以前没有人送花给你吗？太感动了是不是啊？小创没了啦，是九岁大家的小黑不见了啦。有人说是被阿兵哥抓走了。哇哈哈，我还以为，哎呦喂啦，你去帮我把小黑找回来好不好？哎，阿兵哥有枪耶，去告蒋总统啊。各位亲爱的军民同胞们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你连他讲话都听不懂，还告个屁呀？那怎么办？去告老师说啊。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哎，班长，拜托想个办法跟他沟通一下嘛，去告你了啊！叫叫叫！队长辛苦了啊，队长！队长的心情我是最能了解的了。真是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嘛，啊！我也承认，这群废物根本就是欠抄，抄死一个少一个。而且，队长要抄他们呐、啊，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啊，队长。但是你这样抄他们呐、啊，连我也抄进去，我好歹也是个班长啊，是不是？嗯，队长，这样好了。以后你要抄他们呐、啊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，保证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嗯，怎么讲？队长，怎么样啊？说完了，啊、说完了啊！好，银币板来，耶、yeah! ！哈哈，就这样啊 ！Give me 100啊！你要100块 ，100？ 嗯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定在100下，是100下，开始。我害怕你，我的意义，三四五六，像你这种军中败类、舞剑多、混吃等死、偷鸡摸狗，啊，八，最欠磨练就是你。九，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恨我，恨不得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但是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们，其实我也不喜欢你，更不喜欢这兔子不拉屎、鸟不生蛋的地方。但是很不幸，我被派到这里来，从此以后要跟你们大家朝夕相处，彼此互相学习忍耐。互相适应，如果适应不良的话，我想倒霉的一定是你们，不会是我。老师，小黑他已经就在里面。对，就是那些阿兵。九八，还差两个，班长，加油，加油，快，加油，快！九九，还差一个。一百，还有班长，班长厉害，来，快扶班长到那里去休息啊！哎呀，班长坐，好了啦，都是你们拱我去干什么？都是你们害我了！哎，黄河班长帮你按摩。哎，你们不能进来啊！为什么不能进来啊？你们偷了人家的狗，我要找你们指挥官。你干什么？小黑。
吵什么吵啊？放手，放手！我老百姓啊，哎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知道这里是军事重地啊？啊？凶什么凶啊？偷了人家的东西还敢凶？哎呀，偷东西！哎，你嘴巴放干净了！我告诉你啊，啊！小黑在这里啦，他们差点把他给杀掉哎！你看，现在人赃俱获了吧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，拜托，那是烂野狗自己跑来投靠我们，关我们屁事啊！你不要脸！啊！你敢骂中华民国军人呐、啊？我看你是痞子逛大街欠扁呐、啊！你吵什么？队长，这疯婆子跑来这里乱咬人呐、啊！混账！无耻！退下！对不起啊，这位小姐，什么事？没什么了，狗找到就好。我们走吧。哦。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对，真是天雷勾动地火、啊。有时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但是这时，爱情却可以改变一群人的命运。我们的蒋公、蒋总统小时候在溪边看到了鱼儿往上游，就悟出了力争上游的道理。小朋友，你们要是看到了鱼儿往上游，又会有什么感想呢？贾正经，
我看到鱼儿往上游，我就会想到万恶的共匪，所以我们要用功读书，反攻大陆，解救大陆苦难的同胞们。蒋总统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贾同学讲得非常好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谢谢。戴哥戴，你呢？我如果看到鱼儿往上游，我就会把它给抓起来，我让妈妈的红烧鱼煮的最好吃了。好，坐下，廖勾蛋。张小翠，你呢？老师，杯子不是我打破的，真的不是我打破的。那是谁打破的？老师，是我打破的。你打破的？你打破的？怎么张小翠在哭呢？哦，因为我威胁他，叫他不准说出来，要不然我就打烂他一嘴牙。这么小就会恐吓人，将来长大了不是做流氓就是太保。胖子这么胖还敢恐吓人？说谢谢又怎么样？动手啊！动什么手啊？帮我揉屁股。认得卡车吗？哎，就是卡车呢。大爷！不要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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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象棋典礼开始，唱国歌。留下来罚站。为什么每个人听到国歌都一定要立正，不准乱动呢？哎呦，不会啊，乱动就是不爱国嘛，不爱国的人就是汉奸呐，汉奸就要给枪毙哦。那不管哪个人听到国歌都不准乱动吗？当然啦。连爸爸也要吗？也要啊。哦，叫我吹国歌好不好？干嘛？你也想当自己队啊？我想吹国歌。好啊，哦耶，得啦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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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色美丽，今晚七点，火车站月台，共赏明月。嗨，你跟过来。哇，真代价，代志大条啊啦！吴班长，你好大胆子，莫去泡妞啊！报告队长，有状况。什么状况？老师叫我交给你的。下次再跟我来这套，我救不了你。下次不敢了。今天晚上月亮真圆啊！啊，好像吹了个大口哎。月色真美丽啊！月夜越美丽。月是故乡明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换你了。啊。
月儿像柠檬。我觉得今晚的月像香蕉。该你喽。月光光，心慌慌。月黑风高，鬼影幢幢。真有学问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月亮月亮亮晶晶。啊，又给你了。月下老人牵红线，月光少年吃面线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又该你了。哦，越是不顺，我被乱动。啊！你好快哦，一个字雨伞 umbrella， 安不来了。你比那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？不是不是，报告队长，月朦胧，渺朦胧。你比下面，我以为，当然是比下面了、啊。我 umbrella 就是他没有生气。I do, I do， 是吗？瞧了瞧了，搞定搞定，还不快吹？哎，对。包班长，包班长，今天晚上队长不在，你最大，怎么安排啊？我最大是500公尺障碍，取消了。梦阳战斗以前，营房集合。教什么？我什么都教。你的字很漂亮。你的字也不错啊。你什么时候看过我的字啊？你写给我的信啊。你是什么时候看过我的字？你的信呢？我的信。阿信，这小子他兵当不完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们都被耍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先走。其实他是有写出我的心愿的。混账！混蛋，动作快点！还在混了啊！混蛋，不要脸的动作，快点！对不起，我没有吓到你。你好神气哦！当然了，我是队长。别给我混了啊！不要装了，倒霉了，告诉你。会不会带大声？不会了，你带兵的时候好威武哦。队长，你是有异性没人性啊！闭嘴，动作快，快出来了。嗯？队长这几天还习惯吧？啊？队长有什么吩咐的话，交代一声，小弟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啊！啊？听说队长爸爸还是个将军啊。哎呀，那你调到我们这种小单位来不就是大材小用了吗？啊啊啊，你话也真多啊。啊啊啊啊，我最讨厌成天啰里啰嗦像个老太婆一样的。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一双眼睛两只耳朵，却只有给一张嘴巴？就是要你们多听多看少说话，一天到晚嘀嘀咕咕像什么革命军人，日子过得太闲是不是？今天开始，我会让你们很忙很忙，忙到连说话时间都没有。
怎么了？好，救命！救命！干什么？我求你一句话，你到底跟队长说些什么？我只问他爸爸是不是将军而已嘛。还有，你说啊，心差的不够。那岂不是暴行犯上吗？你们出事了，你最好能把我撂倒，把我撂倒的话呢，我就放大家三天荣誉假啊。队长，你拉链没有拉、哎啊、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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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、哎、你偷袭我、哦、队长没有，这个混蛋东西、啊、没有，我没有了，过来、啊、队长、啊、哎哎哎班长再见，班长我来了，队长队长队长，求求你原谅他嘛，就我跟你跪下，队长队长队长，哎呀。
还不走啊？最近老看见你们放学后不回家，在吹笛子。老师，我在教他吹国歌。我快练成了。快九条好汉在南叫阿伯，阿伯，喂，真乖，阿伯回来哦。嗯。嘿嘿嘿嘿，哪里啊？哎呦，袂歹袂歹，我口袋怪不滴滴啊。哎，国歌，听听啊，这本国歌你无听着？有，哈哈，我这口袋够清巧。过来不过来，可不简单哟。就是啊，你呢？阿玲姐不过来，你别你真正来哟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家己来就好啦。哎，阿龙变菜饭啦，阿莫客气咧。吃好啦。哎，是啦。无要紧啦，不是你外口啦，家出来无要紧啦。无要紧啦。哎，下下你唱国歌，那大歌你咪听着。摸起来，到边啊放尿，才有救援入去关沙里嘞。啊，遐尼严重？你知道哦？紧起起来。别介，跟你去床上好不？你不要整天吹国歌好不好？老师说要多练习。多练习不会吹别的吗？一定要吹国歌吗？我只会吹国歌。啊靠北啊！别呀，对今天还是比赛分国歌。你若放哥哥，你要走死，有听到无？哦，我看哦，你赔你上万啦！我分看卖讲，你老爸话你站咧边，三工学袂出来。你放一比赛，啊！你不啥物死啊？国歌啦，还没几块钱，国歌拢死啊啦！啊哦，要做讲啊，明嘛看咩啊？干过你！阿爸，麦到，干过！干过那个死啊国歌！你娘个，你还讲我们屯，麦进来啦！你还讲我们开讲我们？我听你们家狗蛋说，嗯，他吹国歌的时候呢，你改一怕，还够改一麻哦。你还说什么西兰勾瓜？哎呀，我们也是老邻居了，我呢也是好心的劝你，以后千万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！你上面知道小事变大事，大事变杀头，到时候啊，谁都救不了你了。以后要记得唱国歌时千万要立正啊！哎，是啊是啊，多谢百灵了。那我走了。啊，跟着跟着。嗯，孙强，嗯，狗蛋邓来西啊，卖怕伊了。好了好了。好了，明桑好了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好了，狗蛋，快回去吧，你爸他不会打你了。我不敢。等来啦，你干啥？别害怕啦。嗯。你往哪里惊哦？来啦。不看到了。不会啦。来来。还行。我问你嘞。啊，你干哪？啊，你咕咕摸摸，啊，有什么事要跟妈妈讲啊？老师说发成绩单要爸爸签名。签名？签名跟你吹歌歌有什么关系啦？哎呀，国语八分呐，数学六分呐，社会十九分，自然科二十五分呐。
生活有能力扣二十分啦吼，健康教育扣十八分，我的靠腰啊，来卡个啦你！好，我去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教你啊，好不？好，我莫该怕，好不？下摆拢莫怕，唔过一条惊哦，从这个平台单条，好不？好。世界就这样，没事啦。我把我爸打败了，什么东西打败了？哼，不告诉你。不，真稀罕。对。头鸟做的呢，吃了会死呢。你无去那搞工作，没那用的啊。协防部队 US Army 奉命参加呢这次中美联合演习，三天后在基隆呢与大队会合，所以说先在这边扎营，我是翻译官，有什么事跟我沟通 OK。 在海岸线这么长，为什么偏偏选在我们这边扎营，还带女人来，简直乱七八糟，毫无军纪。军纪军纪有啊，刚刚那四个就是不要那么严肃嘛，好不好啊？这些美军也是帮助我们协防台湾，他们也很辛苦啊。这些女孩子可以赚点外汇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倒是这些美军啊，一路上被偷怕了，台湾人什么都偷啊，什么香烟呐、皮皮鞋啦，连裤子都偷。哎，所以我们选在你们这边扎营，应该是很安全吧？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你放心，在这里啥更还忙你来找我。好的，唱，唱大声点，让那些老美看看什么才是军人本色。原地踏步，走，九条好汉再翻，预备，唱。九条好汉在一班，哎，阿大家班德，家六班德能哥哥，耶 ！Hello， 阿头狼啊 ，Good morning， 啊 ，Good morning， 啊，这五个刚刚没闹铃，对吧？嗯，嘿嘿嘿 ，Tobacco， No， How do you do？ 对，啊，你是不是美国出单机啊？阿伯，你知我 How do you do 啊 ？How do you do？ 你哪代？Goodbye， 牛拜，你讲我牛拜，还是你我拜？哈 ，Bye bye， 拜 ，All right， 你比我只牛个拜，拜，你是不一个人哦，唔知个在那后边讲，系啊，恁顶条放假，原来，国公我好毒有毒。我是来告诉你，如果这些女人留在这边过夜，掉了什么东西，我可没有办法负责。What did he say? He said these girls are very beautiful. And that's why these guys are singing so loud. 哦，上尉问啊，
这些军队是训练用来打仗的，不是训练用来表演的。他们唱歌唱得那么大声，是不是表示他们遇到敌人可以喊救命喊大声一点，是吧？我们唱歌是为了提升士气，为作战做最好的准备，不像美军士气低落，败坏风气，不像个军队，像个买春团。What did he say? He says his soldiers are very strong. Strong? I think his soldiers are thin and weak. I thought they can fight. 上尉说你的兵又瘦又小，他怀疑怎么能打仗。根据研究报告，四肢发达的人通常都比较笨，要不然在越战、韩战，大而美怎么会被又瘦又小的越共跟韩国兵打得落花流水，歪锅起床？告辞了。What did he say? Nothing. He just doesn't like the girl. Are you kidding me? This girl's a babe. He has problems. Hell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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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 to see you. My friend. Ah. Oh. Thanks. 抽烟，抽烟。Tobacco. No, no, no. Well, I don't know.班长，阿迪亚找来家了。班长，我们心照不宣啊！来来来。怪机怪机，来通出来通出来，乱七八糟不行啊！哎，通通听我的命令行事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面对着成两排集合啊！还有还有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报数一阿布六，收四五五，排队六了，七八啊！哎呀，乱七八糟，活老百姓啊你！啊，我不然都老百姓啊！有啊，对嘛。等一下哈，你们这四个就分配那一个，你们这四个呢就那一个啊，你们这四个呢啊，就系列哈，你们这四个就那一个，其他通通是我的。哦，还讲不了解哟？什么话？我是代表部的五十几个人来的。哦，等一下，除了这个军武跟弹药通通不能偷之外，偷了也出大事啊，其他的就尽管拿了，好吧？扫戏车不尽力解散，扫戏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有呗啦，笑的时候就给他喝酷毙了，现在安眠药已经发作了，睡得跟死猪一样了，笨。加速。对，这是国旗鬼啦，这美国旗鬼啊，那鱼啊，本来还敢歪机。咋等下比过嘛？这我都会了，看来没白讲。我你给，来，心照不宣，通通放回去。啊，队长，你有没有听过洋奴汉奸呢？我不能让他们这样骂你，是不是？队长，美国长期与我们为敌呀、啊嗯。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八国联军有他们一份啊？我们大陆撤退是被他们出卖的啊！我们退出联合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啊！我现在拿的都是他们欠我们的，我不拿他们的，我拿谁的？队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队长，队长啊！队长，我掉在地上的你可以拿走，但是这些我就要拿走了。如果你要阻止我的话，你尽管开枪好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你敢再动，我就毙了。
啊，排啦，队长，哪里拿去就哪里放回去，快点，不然通通抓起来，啊、快了，扔在那里。拿回去，拿回去，哎，把它放回原来啊。你养我了，我们村庄不欢迎你了，我干，嗯，干什么了？我的人，嗯，胆子松了啦，嗯，你这个卖国贼，我公布公要公布标准，金标准，公布金标准，行，行，好了，卖个小子，公布我卖向。哦，忙死啊！我死！这你个人哦，卡这大啦！你看，哦，卡就比刚准备嘞，搁这卖嘞。你别好去下一挂，要不等到你幺水球进来吼，不好说你有老鼠啦！我跟你讲，好吃不？好吃不啦？嗯，现在来愈多，你愈大个，好、哦。老高啊！哦，你嘛真半边呢，啊你若脚手较紧的吼，莫等你科队长来啊，咱这个月都拢免煮啊，大家食个油腻腻哦。紧放啦，你若唔放，我要放啊啦。嗯。最近拢穿皮革鞋，诶，出门拢穿乌白鞋，是笑诶咪，是笑阿里爹。较大的行船啊，啊土海的船过。大伯啊，你来啊，遐坐啦，遐坐啦。喂，啊，遐坐遐坐，大伯。好。遐坐啦。你叫阿伯啊。你叫阿伯。你过去啊。喂，管事的，来来，阿伯哦，这美国鸡骨要算。哦。这个我未识管你哦。这是新鸟美国鸡骨水。我知道是哦。好啦好啦，欢迎你啊，大伯。好。我也去啊。美国蛤蟆去啊。哦，来来来，来，坐坐坐，坐来啦，好好啊，去遐送啦，嘿嘿嘿，大伯啊，啊你食早顿未啊？哎呦，不是的啦，我连明仔也去传啦。只有你这样比较高级。喂，木匠，笑，哈哈，公家，我就是大明哦，天台那无高级，那是那唔甘愿。你可是啥呀？啊，他们人讲啦，唔忘记哦。我来讲哦，有咩歧视？那你们就是当起来去，又不过来提一挂，卖同意别人啦，卖有台啊，系啊，过来变就搞不好，不，大伯啊，吃早顿啦，哇，赞啊，来来来，这样哩，哎，这到底啥呀？美国鸡贵啊，系啊，这个土鳖啊，几只有无？这个土鳖炖啊，足好吃啊，足好吃呢，足好吃，啊，这是咩那笑话啦？哎呦，啊，就对这个价，看就知啊，我那个。红鸡，系啊，哦哦，阿你只系啊，你话，我那只咁啊，阿你咁少，阿你叫啦，好食好用哦，系啦，未歹啊，好用。你不是说如果少了一根汗毛来找你，现在怎么说？我也告诉过你，如果那些女人在这边过夜，安全我不负责。Tell him every word I say. All Chinese are thieves.上回说中国人都是贼，听到没？你叫他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，否则我再不客气。Everybody here's a soldier, right? Let's go into a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see who the loser is, okay? 上回说大家都是军人，不服气可以在战机上比个高下，用不着在这边横眉竖眼。输的人，当狗爬回去。各位，这个比赛没有规则。只要哪一方有一个人能先到，就算赢。阿哥，阿哥，乌龙王，阿伯乱撞破乌龙。阿哥，哎呦，阿姐，阿笨人。Come on, bastard! Stop your ball! 来啊！来啊！住手！住
要比，待会有的是机会。三月，我五岁，我只有四年。看我了，快点来接了，明天回国了。别让中国人漏气啊，加油弟兄们，你要在老美面前向台独挺胸，还是要当缩头乌龟，就看这一次了。那边干嘛板着一张脸？我听人家说你爸爸是将军呢。我没有爸爸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会不会觉得你对你的兵太严了一点了？知道吗？最近他们都在背后叫你魔鬼队长。对自己的部队仁慈，就对自己残忍。我以前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，才被调到这边。调的错。我不会犯第二次，总有一天我会再回去的，我一定会再回去。大王好讨厌，哎，是不是能够逃离边关呢？哎呦，感谢先生。对，那你面前我会为他安尼啦，安尼那唔才袂哩呢。嘿，阿边哥你个头阿子哦，伊嘛只安尼死，那唔才袂哩呢。哎呦，还是好母亲啊，心母亲贵啦。啊，你唔是咁款，啊，你这唔是贵，那都贵，不是贵。别讲阿姐啦，搞惊啦。
安怎啦？爆死啊啦！烧酒啦，你看，这么醉啊？这比我唔醉啦，够滚头！得得得，这比个你好个，快起来了，这边是空，哎，快点快点，拜拜。那是我的来哦，不是你带的羊，无带都鬼点无，哈，鬼点无。对，去做多个黑家哩，要怎做阿多啊？黑家就我乌油啦，靠油啊，不是乌油啦，是黑油啦，黑油，黑啦，黑油。过来，快点的，干嘛来？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你，你这里，阿杰，来救我！你还不注意？叫阿多警官，吉普车的东西推出来！阿杰，这是抢劫了，钥匙在我身上，拿去！别说了，你给我救你娘！啊，你不要开车！娘了！快点！啊，你，俺那有看不？很凶啊！都给破了！你看到没？没关。不要开枪，各位不要开枪。都过来，我要给你抬起。好呀，我在第一话里面给我进去。队长，你给我等着，赶紧帮忙。快进来！进来！那你去杀了他吧，关我屁事！不要这么多！不要！再走，再走，小队，来，带走！走！ Thank you. Chinese soldier, it's number one. Thank you, baby. Yeah, Chinese soldier is the number one. What? But the American soldier is the best. 紧走啦，兄弟！我管了，我小弟啊，紧走啦！现在看到死掉啦，卖地方啦。这一次大家的表现非常优秀，尤其是在中美联合演习的前夕，能有如此杰出的成绩，更是意义非凡。我想要说的是，腰动动拐的弟兄们，你们是中华民国最优秀的战士，尤其是陈队长，他的表现更是令人激赏。他在半年前的一次演习中犯了错，所以被调来这里，但是他在短短的一个月中立刻戴罪立功，没有让上级失望。今天我来主要是布达新的人事命令。陈队长，今日起你晋升为上尉，调离海防部队，回到总部待命，另有重用。恭喜你，陈队长。一正，队长再见。队长保重，保重。我保证，只要一放假，你一定看得到我，好不好？学校快放暑假了，
你没有放假吗？我可以接你去台北啊。我才不要呢，追到台北去会被人笑话。你不要哭了，你等我一下。报告，我想申请继续留下来。你想抗命？我从小到大从没有求过任何事任何人，包括你的爸爸。是。要不要求一次看看呢？爸，我想继续留下来，拜托了。嗯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儿子，爸爸以你为荣啊。这么感动，没那么夸张吧？哎呦，三女不知亡国恨，妓女不懂爱情啊！他要是真的留下来，鳌拜你妓女拍鬼啊！哎呦！夏天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队长还是一样在泡我们的老村。阿兵哥也是一样在偷地瓜。阿莫汉子呀，啊，是后面爹哟，两了三头菜了，大王，他们放下你不打，是不打，不懂不打屁，不懂不打我，上头我不打屁。这位喝的气温呐，嗯，而我呢？照样在发成绩单的时候吹国歌。教育扣了后娘，我靠呀，你也打笑啊笑啊笑啊，你该是呀，我的家比天还要高，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，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悲伤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更